Hello，みなさま、こんにちは。KT です。大家知道吗？虽然现在呢不能出国去日本，但是有一个方法呢，也能看到现在的日本哦。好啦，虽然这次的那个影片呢，可能是有点无聊啦，就是我大家也知道，我现在就是一个无聊人士嘛。什么方法呢？比如说北海道，然后我就会日文呢，我就会打这个来不卡美啦，这样子。这样下去，像 Google 啊、搜寻啊，它就会跑出很多啦，跑出很多这个 live camera 啦。如果说你要打英文的话呢，那你就打 live camera 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一样就是可以跑到很多了。然后我找到一个网站呢，我找到一个网站，这边这个网站我就觉得超酷的，就感觉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哇，我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啦，搞不好就是我是之前上 PTT 的时候看到有人就是分享一些了，可是我要先消毒一下，我觉得这个网站好像还没有人介绍过嘛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些关于这些网站呢，这些网址呢，我都会贴在那个就是影片的那个说明栏，大家可以自己进去看看，这个网站超酷的。这个是可以看到北海道这个 Live Camera，而且它上面还有它下面还有这个 Access Ranking，这个就是大最多人搜寻的是哪些排行的呢？我们随便就点一个进去，而且它排行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子排行下去，最多人搜寻的是哪些即时就是这个就是即时影像。我要看第二个我要看讲札幌市的什么创市啊，创市 Square 啊附近。我们就点下去来看一下，他就帮你导路。看一下啊，这个现在就是现在目前的札幌嘛，哇，而且他还帮你 BGM 哦，哇，我就觉得这是不是很酷啊？虽然说现在不能去日本，但是你随便上网，你就可以找这个即时影像，可以看到现在北海道的样子。这就是在那个大通公园附近嘛，哇，这个就是那个大通公园的电视塔，而且它还给你一个背景音乐。你如果无聊啊，你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什么你就可以把这个即时影像开起来，像一个窗户在那边的，哇塞，啊，它就是给你导到一个 YouTube 频道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，看一下还有什么，哇。函馆车在前面，我来看一下，哦，像他也给你导到，又是一个 YouTube 频道，哇，这个就是现在的函馆站哦，目前的 live 即时影像函馆站，哇，那边看过去就函馆港嘛，哇，有点怀念，啊，这就是这边看过去，函馆的那个车站嘛。函馆车站前面，哇，不错。这是反正又是一个 YouTube 频道，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？哇，Niseko 二世谷啊，二世谷滑雪场，哈纳佐诺的滑雪场，我来看一下。哇，这还 4K 的，哇，这太屌了吧！哇，他就给你导到又是一个频道哦。哎，来看一下。哇，你看，不出国你能看到现在目前的北海道，我是觉得蛮酷的。哇，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是目前这个是 Niseko 哈纳州的滑雪场。哇，你看这个缆车还在动，哇，这个缆车还在动，哇，而且有一些人在滑。哇塞，而且我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是下午2点，你看他们下午两点，感觉下午2点就有点暗这样子了。哇。可以看到目前哦，二世谷的滑雪场，而且这个缆车都还在动，而且看到，哎，没什么人哈、哦，看着好像没什么人呢。哦，我又看到有，但是有人在滑，哇，好想去哦，哈哈。虽然说不能去，就是望梅止渴一下啦。像你无聊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即时影像嘛开出来，你就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日本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哦，就札幌啦，函馆山啦，哇，连函馆山也有，
哦，他就给你导进去啊，这个就是哦，可以看得到目前韩馆山的样子。这是导到他这个 Ropeway 的这个网站。好，反正他这个就是有一些 ranking 而且这边你还可以选你想要看哪里。好，我们再随便选一个啊，随便选往走，随便选啊，往走点下去。哦，什么协理月的，反正他这个网站他就给你，哇，好漂亮哦。他这个网站，他就给你导到一大堆，可以看到目前，而且这个是目前哦，最新12月16的，哇，好漂亮哦，协理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，来，再回去这个网站，回去这个网站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还想要去哪里？大家喜欢的是哪里呢？而且他这边都道府县旁边这个 Live Camera。这边你可以选一大堆的，北海道下去，反正就是这些，而且你可以选其他的，其他你想要选其他的，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，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，北海道这边其他一堆一堆你都可以选，你看你想要去哪，我来选一个最远的志内，哇，连志内都有，哦，他又给你导到一个。我这个歌频道，We Love Wakanai，哇，志内，哇，哇，突然觉得好怀念，好怀念哦！我去志内的时候，应该也是1年多的事情。哎，我之前去志内其实也有拍影片的，哎，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我以前的影片嘛。我看这边现在目前也已经下雪了，不过雪感觉就是蛮薄的哦，这样子。还车子那边，车还可以看到车子，这个可以看到目前的北海道志内哦。哇，我就觉得这个网站真的蛮酷的哇！我想要看哪里都可以，小樽进去看看。哇，小樽是前韩的这边，随便点进去看。喂，反正他都帮你收集好了，啊，随便选一个，啊。这是可以看到目前的小樽，啊，这是海边的，海边的，哇，看起来一整个就觉得好像很冷的感觉哦。而且它随便导一堆，你都可以选 STV，STV 是这个也是札幌的一电视台嘛，哇，反正也是看札幌大通附近，看它这边对。给你导到一大堆，一大堆，这个是频道，啊，这个是频道，札幌 STV 电视台的频道，反正他就介绍一大堆啊。我们还想要看，哇，他这个地图，他全部的地图就给你选，看你想要去哪。我很无聊的，我来选个长野好了。其实我都觉得我有机会的话，我都有点想要去长野玩看看。莫名其妙，长野，比如说你随便选一个地方，下面一样有 ranking，看你想要去哪。我这边就选一个野泽温泉，啊，这反正就是一个即时影像，可以看到哇，那边现在雪还没有积很多嘛，我来随便选，哇，还有一个什么李宗诺的，哇，这个是长野的滑雪场，也是这。我觉得这蛮屌的啊，哇！可以看到，我看这个目前的这个长野这个什么什么的这个滑雪场的即时影像，而且还看到可以有人在那边滑雪，哇！我也好想滑哦，我好悲哀哦，天哪，好无聊哦，天哪，对啊，反正就是一个无聊嘛，就看一下现在那个日本现在的样子。这感觉一个好像不大的一个滑雪场，但是看这些缆车，哇，这个缆车真的在动，而且有人在那边滑，啊，来看一下还有什么，还有长野的，哇，还有什么长野，这个什么地狱谷啊？地狱谷是一个那个有猴子在那边泡温泉的吗？猴子。屌了，各位！哎，等一下，可是它这个不会动，哎，这个动很慢。但是我看到猴子了，Oh my god！我看到猴子了，
哇，他还给你放大哎，长野地狱谷的这猴子，哇，我好想去哦，哇，也太屌了吧，哇，哇，有人去泡过长野那个温泉吗？哇，好想去哦，哇，好天然哦，而且我刚才真的看到猴子，大家有看到猴子吗？这是什么？那个什么长野地狱谷啊？嗯，哦，刚哎，又看到猴子了，太搞笑了！哇，看到这边又看到一两只猴子在那边，哇塞，哎，那有人去过吗？那怎么，哇塞，这种天然的猴子在那边呢？他们是真的有猴子在那边泡温泉呢、啊？哇，这个你看，地狱谷野员公园，哇，太可爱了！看到还有人在那边拍照，哇，好多有几只猴子在那边，哇，好可爱哦！我要动得比较慢，对啊，这就是一个网站，我就觉得蛮屌的。再看一下，随便看这个什么富士见的，哇，哎，我真的是想去哪，想去哪，他就真的是想去哪都可以去耶，好像小叮当任意门哦。虽然它就是这就是一个网站而已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富士见，这是什么？富士见帕拉纳玛里佐多，这应该也是长野的滑雪场。哇，好酷哦！哇，你看，哇，有人在那边滑雪。哇，这个山好漂亮哦！哇塞，对。反正就是到处你想要去哪都可以去，哇，这是即时影像，即时影像，对，对，这就是反正就是无聊嘛，就跟大家介绍，就我发现一个超级好玩的网站，这边还有一个 Access Ranking，就是最多人搜寻的是哪些地方？哇，阿苏山这个也很多人搜寻。这个好像是在熊本吧，之前不久才喷发过的。对，这就是一个网站，而且我还有，就是我还存蛮多的，存蛮多的。这边有我存的一些其他的，我都一并都会放在我那个说明栏，就是一些连接放在说明栏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点来看一下。还有什么富良野啦、Live Camera 啦，很多可以看到北海道目前的。这个是富良野的滑雪场，诶，富良野的滑雪场竟然没有人呢，没什么人。哦，诶，没有，哦，有 Niseko View Plaza，反正 YouTube 频道也很多哦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就是一些频道啦，Niseko 蛮多的。然后还有看到箱根 Top Pike，这是什么东西的？这是看富士山的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就还蛮多频道哇，富士山在这边可以看到吧？即时影像的，诶，那边现在没，感觉那边现在感觉没什么雪，反正你就随便搜寻啊，像 YouTube 这边也是一样的方法。你就无聊，你就搜寻 Live Camera，感觉就是反正也跑出一堆啦，这一堆，哇，京都也可以看到，哇，这是目前的京都啊，这感觉好像有些人去拍的，对，反正这 YouTube 你也可以搜寻这样子，日本这个什么什么，你要去哪边地方就搜寻 Live Camera，你打英文的 Live Camera 也可以啦。很多网站都有那个 Live Camera 的，不过我觉得刚才那个这个网站是这个网站最，这超屌的，哇塞，我都可以去哪里都可以，他都给你把你弄好了，就是这个什么 Kametan 的，对。我要好了，这次就是一个只是一个无聊的一个影片，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像这个日本的这个，还有北海道的这些即时影像，即使呢还没有能出国，反正现在就是你随便网络上点一点，可以看到目前的日本，这就是这次的影片啦。
那我们之后的影片还会持续呢，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日本的时事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